大家好，看一下这个南瓜，这个南瓜是前段时间我们摘回来的，然后留下来，现在还没烂。今天我们来做那个南瓜粥吃了，今天早上就吃这个。我们要分一半吃，这一个肯定是吃不完的，分两次吃。它里面有非常多这个籽，它这个籽我们是不扔掉的，我们要把它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放在一边，把它晒干，到时候拿来做那个糍粑吃。我们要把这个皮全部削掉，因为它这个皮很硬的，不好吃啊。我们要把它切成这种小片，然后等一下才好煮啊。这个是我们自家那个糯米啊，我们要放一点进去，然后才成那个南瓜粥。再倒点这个白糖，这样会比较甜一点。不能太多，太多等下太甜的话就不好吃了，稍微有一点甜就 OK 了。几分钟就可以了，已经熟了，应该很好喝的。这个应该可以再煮稀一点的，但这样也是差不多的。非常好喝的，这个加那个白糖的时候刚好，如果再加多点的话太甜了就不好喝了。